在新加坡韩国一出席超市签约仪式，夫人李嘉芬站在一旁低调不抢市长风采，但在新加坡的粉丝怎么能放过这个捕获野生李嘉芬的机会？都是夫人的粉丝，外漂的都是外漂的，都是粉丝，都是我们有些都是台湾人，然后又是他本身是台湾嫁过来，嫁来新加坡。难得在新加坡见到市长夫人，热情民众团团包围排队要合照。李嘉芬通通来者不拒，简直就像是在超市旁办起粉丝见面会。所以是特别看到夫人在这边开视讯，对不对？开视讯，对，他在台电工作，啊，对，是他同事。 有粉丝专程来个跨海大连线，直接从台湾视讯也要见到人在新加坡的李嘉芬。当然，也有新加坡韩粉很关心市长的身体健康。市长，身体也照顾，累垮了就麻烦了，感谢。面对民众关心，李嘉芬全程面带微笑，亲切回应：“他更化身成人形立牌，一个接着一个喊民众拍照。”当然，也有人对韩国瑜更上一层楼，有期待。什么夫人？总统夫人。哎，现在哦，现在要叫总统夫人，是不是？对对。不可以叫市长夫人，是不是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像不自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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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不自
会和夫人握手合照。看来不止韩国有韩流高人气，夫人李佳芬的魅力也同样横扫新加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